我要发朋友圈。我们的绯闻是从这里开始的，现在我要官宣，给你个名分。我记得当初某人好像是说过，如果喜欢上我的话，就直播歌阑尾。走吧，吃饭去。你怎么了？朋友圈里都问我是不是 P 图了。P 图？哎呀，他们就是不相信我们俩在一起了，说是我 P 图给你 P 上去的，还找了证据，说是你参加活动的照片我抠下来的，怎么就不是真的了？当初一张模糊的照片就传得沸沸扬扬的，现在倒好，我官宣了，怎么反而没人信了呢？别生气了。他们还说我抢了关爱的男朋友，我是第三者。谣言止于智者，咱不和他一般见识。不生气了，乖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文文，你喜欢我吗？带着光来临，这么刺激的吗？是谁啊？两颗心的初遇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走吧。烧炸成的光晕，是不是明明注定在没有人。刚刚的官宣满意吗？100分满意。我现在可是征服了全校金字塔顶尖的男人的女儿了。